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闪电灵感。今天我来育苗了，带了育苗盆，看一下。用它来育苗。上次搭建的小迷你温棚，可以放在温棚里面。北方的气候还是比较寒冷的，挺好的，没有破损。真好，天气特别好。看一下，你好阿姨。哇，这边要哦，养动物吗？哦，那边不是拆迁吗？拆迁了。拆迁不是那个什么高就爬在那个地方放了。啊，对对对对对，哦，这样做呀，哦，挺好的。人家还种这个。嗯，挺好的。行，那您忙吧，我也忙了。温棚里面需要整理一下，把那边地铺平一下。温棚已经搞完了，然后我在侧面移栽了一些小的大葱。然后我再弄点土。我已经填满土了，然后在这边播种吧，我试试这个好不好用，并且这个需要及时浇水，然后把小苗在这里面养一下，因为气温太低了。我会在这边播种一下生菜的种子，这个网友送的，哈哈，生菜种子。需要比较细心一点播种。我的播种计划大概是这样的，我在这边种了这个生菜种子，1、2、3、4排，然后这里有9颗茄子，我在这边种茄子，9个方格，然后它有5个，在这下面播种5个，播种5个就这样吧，5个，然后这边全种生菜种子，然后这个是8个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这个种这儿，啊，或者是这样，这样种一圈，然后其余的种这个豆子一样的，我不知道，我忘了它的名字。总之，其余的方格会种这个，这是茄子。
这是南瓜。这边空了，空位种别的。种别的，这边也种了一些。好的，可以了。育苗盘已经放进去了，这里面好温暖，感觉外面好冷的。现在，我先不浇水。等种子适应了之后，我再在下面浇水，让它自动吸水。干啥？挺实用的。我将路边的草拔除，然后拔除的时候，这边种的是百日草，它有种子的。我一边在这边播种子，然后一边。拔草，这个种子会发芽的。去年就试过了，那边还需要继续拔除，并且播种。因为今天是大晴天，所以太阳照得非常非常强烈，所以这些草非常非常干燥，很容易就拔除的。一边拔除一边播种，等待发芽，等待开花。哦，已经天黑了。看一下，我这个地已经整得很干净了。我将草堆在这边。好了，今天就到这儿吧。哇，下午干活很带劲啊，因为气温非常凉爽，干活又不太冷，所以非常适合。今天先做到这儿，然后等天暖了，明天下午的时候我再来。Yeah. See you next time. Bye bye.